是阿成，今天来到四哥这边，有聊着聊着有共同爱好，聊着一下子就完了，现在又出来吃点宵夜。好的。啊，四哥，因为我还要开车，我就以茶代酒。啊，来。成功，不好意思啊，农村就是这样啊。别这样说，我也是农村。因为我们经常晚上来饿了就来这里搞一点小吃，不好意思了。是这样的，感觉这个很不错，我也是农村人来的。那味道还可以的，你尝一下，来来，再尝一下这个鸭头。这个鸭头，我干一头来一个。卤水鸭头。卤水鸭头，可以了，味道很不错。好香，炒粉可以，很入味。这炒粉也可以啊，啊爽，再配点啤酒。连哦，再往那边走近点是吧？对。他从那个一级路嘛。怎么样，这个味道非常可以，非常不错。不错，真的不错。小米丝价钱有点贵哦，是啊，我怎么又买个？我这要5000多。不是我的，我想会买一个普通的橡皮。那个小六不是买了小米丝吗？对，就是。如果你要买手机，小米丝，你要拍美食就要买华为。拍风景吧。今天有美食，像我那边那个镇不是也准备搞成？小区啊，开发那些也是不准征收那些人。慢慢跟他谈，谈价钱就行了，不要跟他谈，怕他真吃亏。没有用的，打不过他们，对吧？没有钱的话，我还是他说了算。好，改天有空过来。感谢四哥招待。